小声一点好不好？我还是帮我大哥要钱，要什么钱？赌债啊！啊！你大哥老实的，连看到母狗都会脸红，会去赌博？我不相信的。听说去爱上农药店的女孩，人家跟她开玩笑说，如果骗金有20万就嫁给他，她当真了。想不出办法，就托我爸爸的存款部，领了钱去铁五那边赌不到2个小时都输光了，还倒欠人家3万多块。你的意思要去找铁虎要钱了？哦，我看你皮痒了，你不想活了啦？哼，我就不相信铁虎真是铁打。不是，外面有人要找你。叫进来。干什么？我是建花的弟弟，我哥哥吃农药自杀，他输了钱，可不可以还给我？老子这里不是电视台，少给我演戏了。干你娘！这里是赌场哎，你把我这里当作银行了？你哥哥是来赌钱的，还是拿钱来放利息的？干你娘！我大哥说你们诈赌啊，出老千啊！诈赌啊！啊！不要钱！不要钱！不要钱！我操你妈！我吐什么干？说老子这里诈赌，老子不屌你，你还以为我怕你啊？话给我越说越大声了，哈哈！还带只小扁钻来想杀人啊？老子这辈子还没被人杀过呢，心脏在这里，有种给我插下去啊！老子这个肠子还没被人砸过了，个臭逼养的，带个小扁钻来，你想唬人啊？你敢用吗？莫兰帕的给我喊的，我干你娘的，个小杂碎！想到这里耍流氓啊，回家给我吃几个猪胆就过来了。过去想着惊，脚步依然一时来踏错，如今后悔哪有脚爪？你就是大头神，头甲讲也不止啊大念嘞啊！听讲气火是叫你害死，真命啊！我叫做海阿信，是这房子。有时家己嘛不知影，只要你心内若有我，从今日我真宽命。
去想着惊，查甫伊人一日日难走，如今庙会哪有卡转？别人一件真轻松，父母饲我目糊红，请你莫问阮。我之前又有的客人，拿过去啊，拿过去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拿过去啊！来来，爽！哇，哎，馆长要毕业了，我们大家要庆祝一下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！来来来来，哇，好香哦！嗯，哎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我喜欢。哎，来，真来，哇，这么丰富啊！来来来来。哎，看我这个！哎，我们恭喜房长啊！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来，用，大家吃。来来来来来来！哇，好香，好吃。行啊，等啊！叫阿母啊，阿母。行啊，来来来来，跪跪跪，洗一下。叫阿伯啊。叫你耍跪文。好。你若爬灯啊，烤好嘴嘞哈！爸爸，汤好啊！好吧。哎呦！你爸爸好厉害！吓得阿爸，你看你上下来，你别来，你太粗心了，爸爸，你不要再乱骂，你吓得阿爸，吓得别来了，啊，吓得，你别骂你气，啊！你唔能够跟你咪大联盟哦，你能够跟你咪大联盟哦，你咪准备跟你拍死。阿祥，你安尼一个人，害阮全家伙无面通个见人，哈？卖个大咧现死现当啦，跟你咪死出去，哈？阿祥，你跟你死路路，阿祥，你叫啥？你咪做流氓，该打定出去啦。都不知道，回去讲清楚就好了。怎么讲得清楚啊？关都已经关过了，头上都有记号了。我在家里没有用，是嫌犯是不是？你们不要为我烦恼，两个老的靠你们。要是有办法，我会寄点钱回来。你要去哪里？监狱都拼得出来了，我不相信社会比监狱还难拼。
是我连累你，都是毒害了我。我不敢跟爸爸讲清楚。这一块血我会拿来当本。病得怎么样？再写信回来让我们知道。嗯，会，你放心。不怕眼珠子掉出来啊？刚才在台上看的不够，现在在后台嘞还看。对，你本钱那么够，要是我宁愿去酒廊舞厅去赚钱，比较高级啊。歌舞团给那些阿公阿伯啊，十三四岁的小鬼，300块一丢就随便人家看，不值得啦。高级，你懂个屁呀、酒廊舞厅太麻烦了啦，男人想要的还不是都一样。唉，就是想要玩你啊，我在这里有什么不好？他们看得到摸不到啊。我就算啊再跳他个10年也还是处女，你说谁高级啊？你是处女？你要是不相信去找医生证明呢、不必找医生啊，我来鉴定鉴定就可以了啊。去打你妈不会是不是？干、你娘，干、你的爱好狂，别话你说懒觉。哎呀，破了啦，不要脸你！啊，给气破了。阿坤啊，癞蛤蟆想吃。阿坤啊，不要脸啊你！你就是阿坤啊？我们老大眼光不错。阿坤啊，八点老大要请你吃宵夜。对了。我们老大找你啊。这样啊，那价钱怎么算？价钱啊，只要你开口我们老大照付。照一般的行情，陪酒一节40分钟3000块，那小费1成啊。臭婊子、我在干你。你想要干什么？不要嘛，大家自己人，总要让他穿一件衣服啊。火气不要那么大。来来，抽根烟啊。我们到外面等啊，好，来，来，快点啊！看见了，马上来了，马上来。干！
大头，你生鸡两个无，放鸡啥也有啦。你呀、啊，囤的笼子那么大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发飙，叫生意怎么做？我看你给我滚了，不然我会死在这里。哎，你讲什么屁话？哦，人家带我去玩假的，你都不管。人家受伤，你马上叫人送医院。朵桃儿为我们受伤，哎，你理都不理，还叫他滚？好啊，滚就滚嘛，走，老娘跟你走。笑什么？秀豆。你真的还是处女吗？骗你我会死啦，今天还是处女啊。看什么，专心开车啦。姑娘，死到哪里去？干！老根根我看起来较爽的啦，干你娘！哈，你懂个屁呀、啊！就是要留一点，男人才会喜欢呐、啊。嗯？啊，你没讲一句，干你硬几落句？你不要面子，也要给我留点面子啊！你放什么屁呀、啊？你是谁？给你面子，你怎么不给我面子？跟你半年多，你有没有给我买过一件衣服？啊？连这件不赖甲都是老娘自己买的啦，看不清怪给你一个月给我多少钱，管我这个管我那个，你管我穿什么衣服啊？我希望赚不到钱吗？你是你叫我走正途的、啊、讲我的吃不好，你也跟我要对你买你妈啦，到现在还讲这个笑话，你后悔啦？哼，老娘哦，那个时候不是脑袋秀逗，就是喝醉了啦，才会说那些话出来，随便说说的啦。随便说说。对呀，怎样？干你娘！你把我当傻瓜啦！干！哎呀！怕你死！干你！干你！怕你动我们家鸡！干！啊啊啊！哎呀！哎呦！警察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他现在要。
跑，跑得比杨宗纬还要快啊！扯平了，谁也不欠谁了。我要走了，东西放在这里，有空我会回来拿。要走走远一点啊，不要散散步又回来吵我睡觉啊。谢谢啊，凑一次，白皮三坎对对胡，总共是十一台，谢谢。四万吃一张。哎，今天的牌真难打。嗯。对家要七条，肯定我当凯子。该你的啦，快点啊！哼，干你你啊！干什么？林北哦，走开了。这辈子最恨人家炸赌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会这么倒霉，都是被炸赌害的。大哥，大哥，叫你老大出来见我，不然大家很难看了。啊！你们抢着炸赌，没有啦，误会误会了，你老误嘞，谁？啊？谁炸赌？他那个人，你呀、啊，炸赌啊！也不打听打听，谁有胆子来这炸赌啊？你跟他一路的？没有啊，还说没有，哎呦妈都当死了，外面来的了，哦，外面来的，我以为他在抢人出老千呢。好了，大哥，不要再演连续剧了，我输了钱赔给我，我马上走，再打下去要是有内伤都花钱的是你。兄弟怎么称呼？老实人，无名小子。阿姨啊，老大，看他输多少，给他两倍。
给他了。哎，世界上也只有我这个呆子。我会去那个厂子赌，实在是手头紧，想要赢一点钱来生活。不是存心想去捣乱，我在里面曾经听同学说过你的大名，他们谈起塔克多都很佩服。我倒塔绝对没有得罪你的意思，现在那个厂子出老千，又叫他拿喷子打我，要是传了出去很难听。不过我相信这不是他给短你的意思，所以把它还给你，医药费我也付过，喷子还给你，希望他给短留给我一条生路，不要找我。你跟过哪位老大？没有。关多久？谢谢，八年。什么事情？别人出老千，我杀他。现在在干什么？落魄，有案底，只好做清洁工，又赚不到钱，没出息。女人跟人家跑，父母亲交给大哥养。什么案底啊？一样，杀人，起来买红鸟甲花糕。我的小鬼不懂事，得罪你的地方，来，我替他赔罪。哎，坐了。我现在正缺人，如果你看得起我。来跟我，怎么样？老大，你找我。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了。打败棒赛龙爱外去卡称，这是什么东西嘛？
通放袂记。哎，飞哥，阿东啊，今天怎么没有来啊？会来啦，没吃饭不会死，阿梅来给你们踩踩还能活啊。哎，嗯，十二号去杀到阿达玛哦。阿东啊，你来啦。哎，阿达玛，啊，你给阿娜请阿娜笑呀。干你！我早知道你看不起我，就不救你了。走开！哎，阿东啊，你干嘛火气那么大嘛？我刚才让你笑，我是疯子啊。干你！好了啦，不要这样子啦。我是跟你请跟他笑牙啦。大吉个兴体，你家己操心，人个搞完喂。阿德。阿德嘛，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？干什么？人家生日，想请你吃蛋糕啊。没空啊，蛋糕我送。哼，才不要你送，人家有钱可以自己买。十二号，我跟你讲，跟我们这种人没前途的，知道吗？我听你的讲。阿达玛，你认识一个叫阿芳的女人吗？认识啊，她到处在找你，在哪里？阿姑娘叫我进去。阿达玛，你的孝心啊？没有啦，我是说你有案底啊，这样进去不是羊入虎口吗？喂，哎，阿达玛，哎，你实在有够大头哎。可惜有够镜头。借个厕所，直走向右转。哎，等一下！不要忘了冲水啊！啊。你来找死啊！你是通缉犯，你不怕死啊？干，是你叫我上来的啊！我哪有叫你上来？我叫你赶快走，找人来保我。哎呦，你真是够呆了！你怎么被抓进来了？我要去跳啊，算天的。谁知道警察穿便衣坐在台下，老板也不知道死哪去了。把我们丢在这里，干！你不跳给全世界男人看，你不会爽吗？要你管呐、啊！你凭什么管我？不要脸！你是我什么人呐、啊？我不是你什么人呐、啊？如果我再来保你哦，林北哦，大头叫你盖着念头。谁稀罕你来保？你拽什么东西啊？你这恶东西，你欺负人口，你出去给车撞死好了啦！干你娘！这样子了。
厨房。啊。嗯。厕所，客房。哎，卧室。剪掉了，放心了，老子现在有钱可以买新的了。哇，这个战场不错嘛，还镶金边的哦。嗯，蛮识货的嘛，进口的。要不要来试试看呢？谁怕谁啊？你带我回来这里，对我那么好，为什么？点不点了？来办事。秦哥，你猜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嗯，啊，高点。老大嘛。嗯，谢谢啊。嗯，拿去啊，谢谢啊。哎呦，小林那笔账要收回来，不要太凶哦。放心了、啊，老大嘛，三郎的两个小弟是我的死党，他们偷偷跟我讲，你跟老大走太近，三郎很不爽，加独单的。这个人啊很有心机，最近常去齐亚卫那里，你自己要小心一点了。知道了。嗯。心事那么光出来。哎，你那边搞得不错的样子啊，一挂老胶卡拢真好落啊。老大。啊，这些啊都靠你的招牌。老大，有钱啊要存一些起来，以后看要做生意开餐厅啊比较正途的，要不然啊像我儿子都读博士了，看你跟你爸这不大不小，常常跟你爸洗洗脸啦，说爸现在在扫黑啦扫黄啦，要改邪归正啦，该人家的客人说的，你爸啊从小就没有给他饿过，没有给他冷过，读书每科都请最好的家庭老师，最多啊一次请八个啦，看说你爸死总归一句啊，我正读走得太慢了，所以啊今天啊连自己儿子都有理由来教训我。有钱啊父母要孝顺，女人喜欢啊也要结婚啊。哎，阿姑那不错呢，他管得住你啊。嗯，邱家小。老大，我老子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种话。你卖干农啊！
这土鸡啊，家己饲的，较甜啦。叫我姐，紧吃。阿爸，来，我敬你。来，你得搁开车，让你上这些。你爹啊，我提钱倒转来，这间厝翻翻的，以后我甲玲儿结婚哦，才有地通住。迄款要收钱哦，厝若翻搁较大间，连阿公阿妈都唔敢住啦。阿爸，遐钱是我拼命赚的，那是要收钱。你安那赚的？你我无看人，突然间开车提钱转来了，你后摆，恁爸敢甲你断啦？钱若不是偷摕，就是抢的啦。阿爸，我敢有遐尼无路用？我是爱安怎做，你才会欢喜啦？哼，你要安怎做，甲恁爸拢无关系啦。最差、最鲁莽拢共款啦。恁爸已经真看破啦。不过啊，别人有哪有爸母啦？咱这个口啊吼，已经互你害伊甲真凄惨啊啦，唔通再去害别人迄个口啊，好唔好啦？因阿爸吼，无迄个心出一支嘴啦，惜命在讲，因爸仔命对枪，咱慢甲听。浪子的心情，亲像天顶闪烁的流星。老头啊，还认识我吗？我也搞，快进去！文辉的意思是请老大不要管，朵桃和他们小鬼的事是他们的恩怨，让他们自己解决就好了。说什么鸟话，打狗也要看主人啊，他这么说不敢打给东嘴男，事情让他们自己解决，看随便说说。事情假如没有当老大出来谈，两边的小鬼不碰到就杀，是不是准备嗓子多搬一点？你这种头脑啊，人家随便说说，你随便听听，假笑而已。公安查个春熙咩出来讲，看，文辉啊，这个搞囡仔，因老爸用台我出来讲的时阵，也来读国民校的啦。看，你公安就来笑了。
赶快啊。重冤啊，重啊，来喝。老大，怎么有空？坐吧。这鲈鱼啦，炖一炖给他吃，养伤口。啊、哦。啊，阿君啊。嗯。那天你们回家，他家里有没有很高兴？没有关系的，等大桃好一点啦，我再带你们回家去跟他父母讲，大桃这个孩子很重感情，不错啦，你把酒精给我。看呢，大头，你不要吃槟榔，不要抽烟会死啊！大头啊，哦，老娘照顾你几天几夜，你才没死啊！你想死，老娘就给你死！大头啊，这件事情啊，人都已经被你们杀了，以后大家出门都要碰面。这样吧，看我的面子，大家算了，你看怎么样？老大，我是没问题啊，不过上次被杀的兄弟有一个已经半身不遂了，没办法生活，哎，人是我带的，我总要给他一个交代啊。嗯，讲些钱给人家应该，看要多少，你说。钱再多也用得完，我们兄弟的意思是，如果老大你肯的话，让我们靠点沾边，大家都好过一点，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？哦，你跟我讲明的嘛，我他给收起来，老大让你当。哎，不，我绝对没这个意思。我听懂了，会了，你等着吧，等我死了以后，看你们谁要带谁，我都管不着。哎，老实跟你讲，我今天会在这里跟你谈，是看到你父亲跟我的交情，你懂不懂啊？谢了。不过时代不同了。时代不同，仁义道德也不同嘛，仁义道德假如不顾的话，即当土匪，不要在这里跟人家混。你们年轻人行啊，全身都是刀伤，没有三天就爬起来啊。你出来干什么？嗯，想你啊，找你。你要去哪里呀？我要去澡堂泡一泡。我也要去泡一泡啊。三八你，泡了花眼会死呢。啊，我躺在家里躺得快发疯了。阿姑呢？连我呼吸都要管啊，我真的不注意跑出来的。
不行啊，阿姑那好发怒啊，连我啊都敢跟我顶嘴啊，你少来，回去啦。回去啦。啊，你是在搞比赛呢？回去啦。我不回去啦。随便你啦。阿大妈，阿姑说我故意放你走，啊，把我头打个包啦。乖，他说如果找不到他哦，叫我也不要回去了啦，不要管他了。怎么可以？你要害死我！干你娘！啊！你乖乖回去躺着会死啊！不要连累别人啦！啊，拜托啦！雨伞呐！好见。下雨啊，赶快下来泡，不然会感冒。浴巾拿掉才卫生嘛。好。他给老大虽然已经过世，不过我们葛涛大大小小的事情不能放手。以前他是怎么对待大家的，我三郎绝对一样。前面文威没有干掉，我们就不能在道上混。大刀被打开嘴，不但是他的心愿，也是我们的事情。我知道他给老大在世的时候对大刀阿力特别照顾，我会照他的意思来对待你。兄弟代工厂都是假的，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，老大出殡的日子看晚一点，等我事情办完了再下葬。快，其他位的人要来上香。哎，大家冷静一点，岂要不能要给老大上香，不能给他们漏气啊。阿弟哥啊，岂要不能文辉啊，来给你上香啊，你要保佑他长命百岁啊。知道他会打这么早出意外的话，我就不会跟他计较这么多了。过去的事不要再说了。姐，拜托不要这样看好不好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哎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这么温柔看过我。讲实话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Thank you.
乐霞哈。小桃，起来看看我的头发啦。头发是黑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们去结婚，好。你发烧啊？我是说真的，我们现在就去结婚，好不好？叫土狗做证人，好。好啦。麻烦啦。以后要是怎么样，还要办离婚，晦气啦！干你娘！我就算过还假的啦！你娘的！我娘是安怎？这一天到叫你生计，到位了唔好？干你娘！整天没事找事，翻脸跟翻书一样。好了，不要三八了，你推过来，赶快来啦，推过来。阿坤啊，不要生气，搞错了。你女儿，阿坤啊，这公园呢？不要，你管没听见的。人家会笑了。丢丢你多快呢？压错了，哎。干你啊！你倒臭美了，你以为老娘非嫁你不可是不是？啊！阿大妈，你让他一点。不要脸的，过来了，不要打了啦。好了，哎呀，告诉你，老娘瞎了眼，笑啥不好看啊？神经病！告诉你，阿大妈，阿坤呢？你们两人都是来祸了。消息很正确，他今晚差不多十一点钟会到家。事情办好了，你立刻开车前往林口海边这间破屋子的。事情有人结果，你再告诉他，不然他会怨我一辈子。我要跟你去，不管死活都要跟你在一起。你在讲什么呢？你如果不让我去，我马上把阿坤叫下来。你敢？你下去了，够够顶啊！阿坤啊！你小子！弄好了。阿大妈，这一只是进口的，应该不会变到自己哈。快走！
干什么？万一我们真的逃不掉，你没有开枪，这比较紧。阿坤他对你不错，你可以娶他。现在报告完毕，进来。杨姑低肥短粗做下的栽培法，经农林部等有关单位的。三郎说的破屋子就是这间没错。阿大妈，你知道我的本名吗？不是叫蔡金锤吗？那是后来才改的。我的本名啊，叫做蔡六六。因为我老爸到66岁才生我。小时候啊，我的身体很坏，啊，三高血压升高低多的，反应又慢，一直到5、6岁，还不知道什么叫高兴，啊，只会哭不会笑，啊，邻居都说你这个孩子是在金腿呢，啊，金腿金腿等于说救掉了。后来啊，我在区公所改名叫蔡金锤的。我这么多名字哦，我还是觉得腿果最好听。腿果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变成这样？吴金锤，蔡金锤，赶快弃械投降，不要再做困兽之斗，求你了，走出来！我的干你老啊！吴金锤，蔡金锤，不要再做困兽之斗了，再给你们1分钟时间，把武器交出来，手举高，否则后果你们自行负责。现在计时开始。不要哭了，枪，枪，枪拿着，枪拿着，不要乱开枪，没有什么子弹，拿着，枪拿着了，跟他们拼了，我们到车上去，跟他们拼了，跟他们拼了，我带你走哈，跟他们拼了。
台北，很快就到台北了哈。林姐啊！再拉了啦，阿达巴，你自己拼看看出不出得去，让他们做一个就够本了啦。跟我走，我带你走。那些条子会送我去医院的。走，林北哦，鬼辛苦转千港，这笔医药费太大了，然后警察去开了，赶快走吧，你走啊。快送我去医院，我爱死了啊！叫我拿来的，他人呢？文辉他死了，喜爱卫的人都快要发疯了。商人老大去照顾他给夺的家人。哎，
他给多少可以出殡？告诉三郎，他很照顾我朵桃啊。这一件事，我会跟他算得很清楚。大，大，大头啊，刚走。大，抽烟呐、啊？不用了。他妈的，砸、通通砸来！大，到底是什么事？是怎么的啦？砸烂的，我会赔。你打电话报警，说大头来这里抢劫了。再见，你家厝看看呢，老村，你家里遐娶一个某。我唔知当时才会阁转来。阿信，来吃一碗面。你到底还有什么事哦？你家己提伊要观察啦，我吃钱你面无稀罕啦。你别着想袂啊，三个后生哦，出到这精神啦，哪会袂晓参像恁大兄呢，好好啊做代志啦。咱人哦，平平安安过日子，无趁钱袂要紧，莫有出面头尾安尼叽叽嘟嘟啦。阿爸，阿信会安尼。拢是我害的，够胆小的！大兄，好啦，当初他提叫你母的跋筊，跋输的是我，难是我，成个袂变成个安尼。大兄，莫去讲，我若是无伫的，你就较友好了。我若无讲清楚，可能是我来，和你打死死人。我永远都袂过身，成啊！你不应该有今仔日。
下，赶快坐下。坐，坐下。宣判，蔡金锤持械杀人，处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吴进成意图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恐吓使他人之财物交付，处有期徒刑两年。又持械抢劫，杀人累犯，处死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孝顺母亲，知道吗？嗯。
等一下带你出场好不好啊？你肯花钱当然好啦，不过吃饭跳舞可以，求客免谈、啊、干嘛替谁守节嘛？我先生呢，他出国留学马上就回来了。哎，火车马上就来了。哎，不是这一步了。哎哎，好久没吃避孕药了，我要让她怀孕，这样子你就不能甩掉我，就算死我也要让你欠我的债。傻瓜，三龙讲起来也真巧，全省的兄弟都看不起他，躲都没有地方躲。躲往哪里躲？就算他能躲得过现在，他能躲一辈子吗？我回家去看看。危险呐、啊！没有关系的。知不知道你这样南下搞不好会把我害死。我好想你啊。你这样躲要躲多久？一年？三年？还是永远？人家杜丽已经有了孩子，你知不知道？难道这孩子生下来想见他爸爸一面都要偷偷摸摸的？为什么你不能像别人的爸爸一样照顾这个家，
照顾我们的孩子呢。放心了，他会整天待在家里。这项赛车全程65圈，比赛进行到最后半段的时候，竞争特别激烈，尤其是曼塞尔和巴西赛车选手皮奎特之间只有些微之差，而曼塞尔在稍微落后皮奎特的时候，我求求你，站在我肚子里孩子的份上，皮奎特则坚持放他一条生路，我求求你，不要讲了，证明了他的决定是非常慢慢的看。他创下了在这种我们要教训赛车当中单圈速度最快的记录，并且赢得了这项比赛冠军。这是迈尔第三度送大赛车冠军，而皮奎特在没有你也会怕死。我在海边的时候，那么多支枪对着我，枪击量的裸在爆火嘞，你没那提供的假准备起笑，这东西你这火啊底下地形啦。三龙，你也会有今天啊，该你了。变变，你可以出来了。三龙，三龙，快送我到医院去吧，快啊！看了你能怀孕，小孩生出来不能没有爸爸，他的一条命实在是他的孩子救的，干，我们会不会像三郎那么好命？说了，我不要你离开我，我不要一个人过日子。多好啊，不要丢下我啊。
来不来得及。